动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大家好 ，Skin Club 又来喽。Skin Club 呢是我们 CS2 的开箱网站，许多最喜欢的皮肤造型，你也不用担心它的公平性。还有赞助许多大大小小的队伍，例如说我们的小蜜蜂，或者是这个凯瑞根，绝对是安全、公平、公正的。那 Skin Club 也提供了许多这个储值的方式，信用卡、PayPal、Google Pay、加密货币等等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在储值的时候呢，记录输入我的优惠代码，那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哦。YT 小活动就是在每支 Skin Club 的影片上面留言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，那就有机会这个抽奖。那每个月我会抽出一个幸运儿，给你一个小小的 Skin， 给大家的一个小回馈。欢迎大家多多参加活动，那也多多支持我们的 YT 频道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抽奖，10块的。拼大奖啊！10块的可以抽，最贵可以抽到这个是800多块，感觉还不错哦。总觉得我离大奖很近，但又很远，时常会有一些手套跟刀子在我的中奖物品旁边啊。最后一个，太亏了一点点。哦，红的哦，哈，看来10块钱真的不是我玩的，我还是玩我的4块的，10块钱才是我的天下，感觉抽一把新刀哎。哎，还不给电枪？有没有4块就赢6块啊？稳稳的赢啊！又赢5块。如果没抽中，那就当做功德，别太上头。最后一个，想说有机会来一个什么小塞塞刀啊，结果没有，想太美。Oh no， 前面小赚，后面是狂亏啊，还是抽这个0.35的看看，5个才1块多。这个大奖是什么？25块的。1.34，每抽一次亏大概0.4块。大家自己斟酌啊。这个是亏最少的，但应该也是最不可能赚钱的，你懂吗？我只能这样讲。因为你是也还好，如果你抽到25块那一个，那肯定很赚哦。但感觉偏难，毕竟是他的大奖，他是不可能一直出大奖。这个13块的是什么 ？This is 什么？都普勒呢？爪刀哎、欸！再最后一个，来个中奖吧，这种。20块、30块、40块的处理一下吧。15块，感觉可以再一个。爱西西，干！为什么不给我爱西西啊？想吸耶、欸！就是它有很多箱子啊，大家可以挑自己顺眼的来抽。4块的是最有 CP 值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抽爽的，你就可以抽那个小姐最便宜的那个箱子哦，就一直抽5个5个这样爽。
但这个亏就是亏在这里。哎，算了，今天还是在我们的battle环节哈，五箱直接冲。这个是看谁钱少谁赢啊！现在我很有赢的那个，我很有赢的机会，我很有赢的机会。N 逆风翻盘 ，N 可以，我能赢。这个人已经抽了两个一块的、啊，很爽。哈哈，应该是我赢。这个是很赚的、啊，你看，这样子我赚10美，快10美，有没有？好爽！找 battle 就是要找这种，就是钱少然后箱子多的，玩一把贵的看看哦，看一下贵的长什么样子。完了啦，来个屌的，完蛋！哎呦，嘣！这边小赢25美，26。有没有啊？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，小赔回来，就小小的赔啊。如果你是老玩家，记得来抽这个、啊，免费的，那你就开，那就可以下一个，然后你就看右上角就好了。抽到小奖怎么办呢？我就只能来这种垃圾海就直接丢一丢，0.0几块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也走。稳稳的过，少说赔个100美回来吧，少说赔个100块吧。停，这样就直接失败，干也太衰，我操！看谁到腾扣篮，OK， 那这是我们 Skin Club 啊，大家记得参加我们 YT 小活动哦，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每部4部影片都要留哦 ，OK 吧？那感谢大家支持 YT 频道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